大提琴做不到，不是你做不到。<笑>我真的走了，跳什么舞？这是什么火锅？来，下一个主题是谁？自己做不到的事儿。做不到的。歌词里边啊，哇，这些有点难哦。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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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个。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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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因为我跟你们绝对不能说得很难看，也不可能跟你们分开。 明天我跟张艺兴有可能飞海南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哇，我有其他的，不能分开，不能分开，不能分开吗？对呀，但你还是能做到分开。<笑><笑>我不知道我来这里干嘛。我跟哥在就什么都不行。什么都不行。 我真的，哎呦！睡觉的大提琴怎么可能会睡觉呢？哎，大提琴做不到，不是你做不到。跳什么舞？这是什么火锅？你琢磨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确实特别大提琴。 大提琴做不到，特别严谨。对呀，可以让我一下吗，哥？我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可以。还有一个主题啊，现在明显落后的是 Henry 啊，就看你在你自己的主题能不能翻盘了。Henry 的主题叫做经典歌曲，这个太多了，这个我们可以一直唱。 那很多啊，那动漫，但是经典要怎么定义？就是一听大家都能听过，一听大家就都能唱。